老弟，要不你再去老毛子那儿走一趟，再换几艘退役军舰回来，你们那边的材料有点供不上了。你说的轻巧，如今国家改革开放了，国门打开了，现在可是有不少岛爷带着东西去跟老毛子交换。老弟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我一定会满足你，只要能换老毛子的军舰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这样吧，你去搞10万件羊皮来。我记得后世龙国用18万件狗皮大衣换回来了24架苏-27战斗机。你就瞧好吧，我这就去找。虽然倾城不多，但我可以去一趟蒙东收购羊皮。只要叶青能换回退役军舰，别说是羊皮，就是牛皮他也能找来。数日后建造的第一艘导弹艇建成，涂装完毕，各种武器也组装完成，可以下海了。叶厂长，你们这种涂装有些特别啊，为什么见不到红色？涂装也非常讲究，我们也得考虑隐蔽性，红色那样明显，岂不是主动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？这种造型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别扭，可亲自参与建设，我才明白叶厂长为何要这样设计。它的隐身性能和防御性能目前已经做到了国内最强，甚至超过了老毛子的技术，而且它的航速达到了每小时100公里，就是你国的导弹艇也追不上。要是别人说这话，宋建设只当是吹牛，可要是张宏伟说，那就是真的。要不我们上去体验一下。叶青带着他们上船，导弹艇朝大海深处进发。宋参谋长，李司令，今天就先让你感受一下导弹艇的速度。轰！速度拉起来之后，导弹艇劈波斩浪，风驰电掣。宋建设满脸惊喜，这绝对是他当兵以来坐过的最快的导弹艇。现在速度到达多少？参谋长，航速已经到了45节。叶厂长，你们这艘导弹艇还有什么惊喜？快亮出来给我们看看吧，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宋建设和李耀话音未落，导弹艇上的无线电突然响。我是龙国威城的渔民，现在被南棒子国的渔船驱逐，附近有没有龙国海军来救救我们？那人语气非常焦急。宋建设横眉冷峻，小小南棒子也敢欺负龙国的渔船，好大的胆！我们是龙国海军北海舰队，请说出你的详细位置，我们马上赶过去。东经150.36度，北纬37.44度。赶紧查查哪艘舰艇离这个位置最近，绝对不能让我国的渔民被南棒子国欺负。宋参谋长，离渔船最近的就是我们这艘导弹艇。这时无线电设备中再次传出声音。谢谢祖国的海军将士，南棒子国的是一艘海警船，看样子是一艘驱逐舰改造的，你们来的时候可要当心。众人一惊，驱逐舰改造的海警船吨量很重，实力不容小觑。不怕，宋参谋长，李司令，不就是一艘海警船吗？何不借这个机会检验我们导弹艇的真正实力？我赞成叶厂长的意见，如果连一艘海警船都对付不了，我们的导弹艇又有何用？导弹艇的武器装备刚刚组装完成，今天才是正式调度，能行吗？李司令，我们又不是真跟南棒子打，用不着热武器。不行，我和宋参谋长倒无所谓，张老和叶厂长还在船上，你们两个是国家的宝贵人才，不能让你们涉险。张宏伟见他们一副前怕狼后怕虎的样子，有些不快。我们的渔民正在被南棒子欺负，你们还有时间担心这？我老头子都不怕，叶厂长也不怕，你们怕什么？这艘导弹艇是我和叶厂长一起建造的，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我们很清楚，只管去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宋参谋长，救人要紧。那好，我们先过去。李司令，你也抓紧联系舰队，立即派最近的舰艇过来支援。事不宜迟，晚到一分钟，龙国的渔民就多一分钟危险。全速前进。但着急也没用，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宋参谋长，你觉得离南棒子的海警船多远？他们才会发现我们？应该会很快。虽然对方是一艘海警船，但是退役的驱逐舰，估计用的是美国的雷达技术。叶青和张宏伟相视一笑，那就看看是我们的毛厉害，还是美国的更厉害。此时海面上，南棒子的海警船正对龙国的一艘渔船步步紧逼。你们已经飞发穿了我国海域，我现在邀请你们一起进船，驾校相差来千刀的南棒子，我听你奶奶个腿，这里明明是公海，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地盘，欺人太甚。是老大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对方真要撞上了，还不把我们撞在了墙？他们真要把我们撞，我们就跟他拼命，堂堂龙国人，怕他们个穷，死也要死的悲壮，不能给龙国人丢脸。龙国人真是不自量力，一艘小小的渔船俩刚在我们面前放肆，把他们都捉回去，让我国将军外出。哈哈，要不我们先给他们整两次瞧瞧，看去高压水球，把他们先放，怎么样？
Jessica, how do you? 南棒子的海警船开始朝渔船喷射水柱，渔船瞬间剧烈摇晃起来，石小龙等人立即变成了落汤鸡。在海警船面前，渔船毫无招架之力。哈哈哈！再加把劲，他们的船马上就要翻了。你看，哪里过来我一艘船？众人赶紧拿起望远镜，一艘导弹艇正快速朝这边开过来。南邦子人眉头紧锁。不对啊，出现了一艘船，为什么我们的雷达没有反应？对方都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了，雷达现在才有反应，还有个毛病，难不成是雷达刚才失灵了？别担心，对方不过是一记导弹艇罢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他要是敢跟我们对视，直接撞翻。别忘了，我们这个是一艘驱逐舰。导弹艇上，众人看到海警船正在朝渔船喷射水柱，顿时血压飙升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表情，愤怒。欺人太甚，开足马力，快点阻止他们。此时海警船也停止喷射水柱，朝导弹艇冲过来，想要驱逐。宋参谋长，你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？经他一提醒，宋建设和李耀才发现对方好像之前并没有发现他们，要不然早就撞翻渔船把渔民带走了。导弹艇没被发现只有一个原因，隐身技术太强，果然牛逼。对方冲过来了，宋参谋长，李司令，我们也让他们尝尝 S 的滋味如何？对方的巡警船比我们大太多，我们喷射水柱怕是起不到多大作用。宋参谋，相信我，下命令吧。导弹艇水阀打开，一股强有力的水柱朝对方海警船喷射过去，海警船猝不及防，猛烈地摇晃起来，里边的南棒子人东倒西歪，水柱攻击范围之大，竟然包围了半个海警船。怎么回事？对方的攻击力为什么这样强悍？南棒子人慌了神，攻击的开水枪反击，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。如果输给了一艘导弹艇，我们的脸面就丢尽了。巡警船瞬间喷射出一条水柱，就在南棒子人认为他们要反败为胜的时候，他们喷射出去的水柱却被阻挡了，根本冲不过导弹艇发射的水柱。怎么可能？真是我将会了。渔船上，石小龙以第三视角看到这一幕后，目瞪口呆，直呼不可思议。打鱼这么多年，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震撼的场面。他激动得热泪盈眶，祖国海军一艘导弹艇前来救他们，而且吨位比南棒子小了不少。此时，身为龙国人民，他很骄傲，祖国军人为了老百姓，真是豁得出去。大伙都看到了吧？咱们海军厉害，都给我听着，回家后一定要把今天的所见所闻告诉身边人，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军无比强大，是我们渔民的坚强后盾。宋建设、林耀、苏晓等人也是惊呆了。我操！一艘导弹艇竟然能发射出如此强有力的漫天水柱，完全压着对方打，叶青是怎么做到？我们真他娘的捡到宝了！海警船见自己占不到任何便宜，而且船马上就要翻了，当即停止喷射水柱。我们海警船上有鱼雷，要不我们发射过去，直接炸穿他们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想跟狼火开战吗？最后，南棒子人不得不打开保护弹簧。我们是南棒子国的海警船，正在出发，你们立即停止射击，我们有话要对你们说。宋建设闻言示意停止射击，他倒要看看南棒子人要耍什么花招。南棒子人见状松了一口气，是你们龙国的一船非法船入我们的海域，我们才不得不采取措施，一切错会在你们。叶青听完气不打一处来，当即走到广播台，对着话筒大声说道：放屁，什么非法闯入，这里是东海，明明是你们非法攻击我龙国渔船，真是恶人先告状。你哈，听着叶青不停地说脏话，宋建设等人纷纷掩面无语，想不到叶青还有这样鲜为人知的一面。把东海说成是你们的海域，真是遮蔽脸，你们怎么不说整个太平洋都是你家的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差点忘了，抢别人的东西好像一直是你们的传统。扎在我人我们我人不拉拉，对外方的导弹艇很厉害，我们恐怕不是对外手。那又如何？他只是一艘导弹艇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们这艘海警船的前身可是驱逐舰，给我转过去装成他们。既然不能发射鱼雷，那就撞击，海浪太大，两艘船不小心撞在一起很合理。他们是不是觉得理亏要离开了？不是，他们是要撞击我们，大家赶紧找东西抓，尽量不要被甩出去，我们已经别无选择。咱们导弹艇用的是老毛子潜艇用的钢板，非常结实，而对方虽然是驱逐舰改造，但你看看他们的船板早已
锈迹斑斑，就跟纸糊的一样。宋建设已经来不及多想，一咬牙选择了迎击。如果不选择迎击的话，导弹艇会遭受更多的受力，翻船的概率大增，导弹艇最快速度调整好角度，一大一小两艘船最快速度冲上对方。此时石小龙心中充满了内疚，如果海军将士为了救自己牺牲，自己一辈子都会混不下去。一声巨响传来，石小龙不敢睁开眼睛。不用看，估计龙国导弹艇已经散架。石老大，你快看！看什么看？我都猜到结果了。我石小龙对不起海军将士啊！石老大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快睁开眼看看，太让人不可思议了！只见南高丽棒子的海警船破了一个大洞，海水正在往里灌。快去看看我们的船有没有受损！当即有士兵跑出去各种检查。报告，导弹艇完好无损。众人长松一口气，宋建设一脸惊喜。叶厂长、张老，你们又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，这导弹艇够硬，真是了不起啊，海军会记住你们的突出贡献。苏小同志，你也有功劳，我会如实跟上级汇报。伟大的海军将士，我石小龙向你们致敬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保护每一个龙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海军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宋参谋走到广播话筒旁大声说了一句，不用客气，军人保家卫国，我们来护卫你们返航，记住。回到船舶场后，宋建设迫不及待命人将导弹艇带走，可李耀目光炽热，不太愿意。宋参谋长，我觉得这艘导弹艇应该留在青城，给我们青城驻军。别想没事呢，交付给哪支部队不是我说了算，得需要海军总部开会讨论。李司令，海军这次定了十艘，以后还会继续下订单。借用叶厂长一句话，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下班后，叶青买了两瓶台子和一堆熟食，拉着父亲叶平一起回了家。一进家门，两人就闻到一股子肉香，沁人心脾。难不成老妈知道厂里今天有喜事，所以特意给炖了一只鸡？梅婷听到动静从厨房里出来，看到叶青手里提着的酒和熟食，满面笑容。叶平、小青，你们都知道了？知道什么了？我当上工会主席了，今天曹厂长刚任命的，我特意去买了一只鸡庆祝一下，没想到你们也知道了，还特意买了酒。哦对，妈，恭喜你啊，我爸特意去买的台子和熟肉，今晚给你好好庆祝一下。至于厂里的喜事，叶青绝口不提，提了肯定会扫老妈兴致。林静和依依回来见晚饭非常丰盛，又是鸡又是肉的。这是庆祝宴吗？听我大哥说，导弹艇通过海军验收了，海军很满意。还好叶青反应快。没错，这就是庆祝宴，不过跟厂里没关系，是为咱妈庆祝。咱妈当上工会主席了，不得好好庆祝一番。现在咱们家有一个厂长，有一个工会主席，可以说是一门两领导。等林静毕了业，将来肯定也是一个领导，以后咱们家就是一门三领导了，可喜可贺呀。叶青家里气氛和谐，喜气洋洋，可远在京城的刘山河却笑不出来，反而眉头紧锁。青城船舶厂造的导弹艇很厉害，却也过早暴露了，南棒子人肯定会将今天的事情告诉米国人。宋建设面色一紧，还是领导考虑的周全。刘司令，那该怎么办？这个叶青还真是不让人省心，跟南棒子国海警船对峙，打得南棒子人落花流水，他倒是爽了，或是他闯的，他得承担一定的责任。刘司令不会是要把叶青送到军事法庭吧？看来要加快导弹艇建设进度，提前交船。既然老米那边知道了，我们就让他们开开眼，让他们知道这种导弹艇龙国可不只有一艘。刘山河被叶青逼的也敢于亮剑了，但是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叶青该批评还是得批评，让苏小去跟他说好吧。不过当时也不能怪叶青，确实情况紧急。苏小双手撑在叶青的办公桌上，居高临下。叶青，海军那边来通知了，对昨天救援一事有些不满。为什么不满？我们救的可是龙国渔民，难道还就出不是来了？不是那意思，救人是应该的，但上级说我们过早暴露了导弹艇的性能，担心对龙国海军不利，让我们以后注意。当时你也在场，如果我们不撞击南棒子国的海警船，最后倒霉的就是我们，他们有什么理由批评我们？如果他们能最快速度赶到事发地，也就用不着我们暴露了。苏小心中其实也憋了一股气，当时情况危机，谁还顾得上那么多？唉，我那个老爹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这不是让人心寒吗？还让我批评人家，当时宋参谋也在，为什么把责任都推到叶青身上？这事不提了，海军还说了，要我们加快建造进度，提前交付。
苏小同志，既然导弹艇已经暴露了，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对外公布一下。当然，该保密的还得保密。兵者，诡道也，藏拙也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之一嘛。我没明白你的意思。米国人十之八九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们也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，不妨给报社透露一下，让他们报道一番，该保密的保密，该吹牛的吹牛。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你可以把我的意见反馈给海军，看他们什么反应。好吧，总之，我们得加快进度了，海军要求提前交付。你也看到了，咱们人手就这么多，又是造挖沙船，又是造导弹艇的，根本忙不过来。我总不能让那些实习生去造导弹艇吧？你也不放心啊。叶青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我已经跟上级答复了，说你保证完成任务。卧槽，这小丫头片子竟然学会坑人了。对了，过几天我要去老毛子那边，你要不要一起？当然要去，我可是你的秘书，陪着你出差是一个秘书应尽的责任。哈哈哈，既然承认是我的秘书，那造导弹艇的事情你也不要逼得我太紧，咱们也得保质保量，是不是？他突然发现被叶青绕了进去。这次去老毛子呢，我们换点好东西，你想去的话就赶紧准备一下。叶青把苏小哄得屁颠屁颠的，苏小也把督促进度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，真的回去准备去了。你好，这里是青城船舶厂。叶厂长啊，能不能提前交付啊？我们老板真的很着急啊。那个提前交付怕是有困难。是不是缺钱了？我们可以再给你们支付一笔的啦，都是小事情啦。既然这样，好吧，只要钱到位，所有困难就都不是困难。太好了，明天我们再给你打过$100万过去的啦。希望叶厂长你能遵守诺言的啦。跟我做生意，你们尽管放心，信誉这块没得说，肯定保质保量。陈生放下电话，转头看向老板黄金彪。老板，只要我们再打过去100万，他们就能提前交付了，到时候龙国海关那帮条子就对我们束手无策的啦。看到陈生笑，黄金彪却气不打一处来。笑个屁，老子内裤都快赔光了，妈的，都是青城船舶厂，如果不是他们造了那种快艇，老子怎会这样狼狈？他给我们造个船，要是跑不过海关，老子非去内陆干了他们。老板，稍安勿躁了，我们给了他那么多钱，他应该不敢坑我们的啦。中午，叶青去食堂吃饭，看到刘辉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只要了两个馒头，旁边放着一杯热水。叶青很奇怪，就走了过去。你怎么只吃馒头不吃菜？咱们食堂可是免费的。叶厂长，我就喜欢这一口，馒头就能填饱肚子，吃不吃菜无所谓。紧接着，他话锋一转。叶厂长，我们现在造的快艇，我觉得缺陷太多，焊接的地方不合格，发动机其实也不合格，而且那种动力搭配方式很容易翻船。这样吧，今天下午下了班去工厂旁边的好运来饭馆，我请你们三个吃饭，到时候再说怎么样。下班后，叶青喊着杜丽、张国伟一起去了好运来菜馆。刘辉，你中午说快艇的配置有问题，你有什么改进办法能保证他们的航速在50节左右？让叶青没有想到的是，他随口一问竟然问出来了一个惊喜。叶厂长，这是我自己分析的数据，你看看。叶青打开一看，里边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而且还有各种计算公式，每一个数据是怎么来的都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能计算出这些东西不容易，刘辉果然特娘的是个人才。叶厂长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生产出来的快艇进行修改？现在改的话还来得及。不着急，这批快艇的设计是定好了的，等下一个客户来了，我让你一起参与研发。明明知道有缺陷，叶厂长为何不改呢？一旦客户找上门，对船舶厂的声誉可不好。叶厂长这样说自然有他的道理，来，咱们一起敬叶厂长，没有他哪有我们的今天。叶厂长，我不会喝酒，从来没喝过。既然你不喝，那我替你喝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个大高个儿出现在饭桌旁边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抓起一瓶白酒。这酒度数也太低了，一点味道也没有。这时候饭店老板跑了过来，怒斥大高个儿：好你个孔二狗，又跑来抢酒喝，是不是还想进去吃牢饭？我这就报警把你抓起来。先别急，等一下。叶青急忙拦住他，好奇地问高个儿：你很喜欢喝酒，酒量很大吗？不是我跟你吹，我喝酒就跟喝水一样，千杯不醉，吹牛是王吧。老板，你这有60多度的闷倒驴吗？拿五瓶来。这位老板孔二狗就是个无赖，你不用搭理他，我这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。嘿嘿，等一下，他要请我和闷倒驴，我喝完了再去。如果你喝五瓶闷倒驴不醉，你不仅不用去，我还继续带你喝好酒。如果你倒了，我会找人把你关一辈子，省得你再出来抢人家酒喝。不一会儿，五瓶闷倒驴拿上了桌，孔二狗当即抓起一瓶打开，咕咚咕咚灌了起来。张国伟惊愕得合不拢嘴，要不吃口菜牙医啊？这菜里也有闷倒驴吗？菜里怎么会有酒？那不吃。你住哪里？孔家沟。到那里提我的名字没人不知道。过几天我去孔家沟找你，带你去喝酒，到时候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还有这好事，记住一定要来找我哟。
叶厂长，你用一个酒鬼干嘛？他可不是酒鬼，他是酒神，我要带他去老毛子那，让他为祖国做贡献。几日后，叶青、苏晓、孔二狗、冯伦坐上了货船，出发去往目的地宛城。